这什么？呀，这么夸张啊！真的要这样吗？怎么感觉有种在跳舞的？哇！哎呦！哎呦！老腰！哇！ 哇，气儿通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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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手卸妆是不是？这样也可以主播，哦，可以。哇！哦，60503060503060503，哎呀，太舒服了。
准备了什么呀？木西，木西准备了我。要不你们先去下一个点。 录综艺了，录综艺了，那咱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太早了，老师。哈哈哈哈哈。这到底怎么了？你把我快追。这录完节目在餐桌上那一趴是吧？这麦子老师说尽量别跳在水里。你们脑袋醒着呢。我那 PD 又偷懒了，去偷懒去了。也就30多。啊。那个，我那 PD 呢？先让他出来，先受死。这道题应该不是你自己出的吧？ 这应该是我 PD 出的。老王，这把如果我们要是再是那么少的分，你绝对在搞鬼，在算岔了，好好算。你怎么没上呢？你就想叫山哥，结果不小心叫错了，叫了龙哥。<笑>你说话，不要安静下来。<笑>小一天，你骂人都骂人，你骂人到转变过来的这个态度真的很厉害。 你有病啊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塞，你真的是，你是那个笑面虎啊你！骂人都在笑。来，我们让静姐为大家解释一下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让大姐解释一下。你看静姐的眼神，静姐的眼神，不屑，不屑，静姐眼神，静姐眼神，为啥？同行跟同行之间的这个竞争有，你知道吗？看着，哎呀，这13季的时候，我就会坐在那里。 给你们发布任务了。完蛋！我看着像辣条，你知道我小时候都不是这种抽的，我小时候是那种放一个火，就烧起来然后放进去。我姥姥姥爷小时候给我弄木的嘛，不是，就杯子，就不是这种专业，就是老家嘛，然后拿那个。 手指烧起来，然后放进去立马扣，然后吸起来一个大泡。哇哦！哇哦！哎呦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好难啊，这个。动起来！
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。嗨。这玩意儿是折耳根？那不是另一种程度的美黑吗？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智商250，抽筋了。剩下一个能补我一个不？渣哥，你是强盗吗？渣哥，渣哥，我真的放不下了。大不了我演唱会就黑着上去，都不用穿衣服了。店员，你第一次拔罐，绝对要拔一个有意义的地方。你怎么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哇，拔10个，哇，真不疼吗？你们？不疼。你为什么？我觉得我颈部肌肉应该还行，毕竟看手机看那么多。我觉得你要拔完71个，有可能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。我的妈呀！来听。哦。你在干啥？应该没听到吧？4号就是4号，不像吗？这个太走心了，太实力了。火锅儿，火锅儿，这能吃吗？快，我忍不住了。看我，别看菜了，我也在看菜。点什么？点什么？我们点菜了吗？点个啥？他们真要吃完了。加甜，加你，我在想吃的了。吃的开心不？这碗里都吃满油了。我只想吃，不想点啊。可算吃到火锅。静姐，这样后面再有一个人来拔罐的时候，把这个爱心拔到他的嘴上。除三害，一二三害。欢迎！280个，你都已经没有地方，就整个一个人都是黑的那种。这手机太碍事儿，今天必让你把时代峰峻刻在你胸上，或者你可以刻一个李飞。拔完不能喝酒，我不拔了，给我放下来。感觉好像老师毕业了一样，见笑了，走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来了俩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去啊，高得太高了，我去，怎么锁我脖？你也拉一下。咱这个绳子已经变态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打的这个结儿了。着凉了。本来早上是没什么实际的，今儿还下雨，老让我展示。280个火罐，什么玩意儿？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，这个小。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这个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你都没起来，你回来，你都没起来。我是第一名，给我3个。我是第一个，我是第一个。沙哥，你凭什么进去？沙哥，你有啥隐私可以拉的？咋我就不能拉帘呢？哎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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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是还好啦，不是，主要还配了俩。来来来。